不是，因为前面我忘记要加那个人名还是不加人名、哦、不要加，不要加。对，这个恋爱百分百呢，真的呢，就像我们所说的一样，让你有交朋友的一个管道，然后又不用怕受骗，又不会遇到怪兽，非常好。而且我们请来的绝对就是美女，而且不同的类型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阿本的亲友团呢，是谁呢？来，小鬼介绍吧。让我们对不对？好大力哦！欢迎今天的亲友团。阿美、小草、地球，好，三位好。来，我先问一下那个地球先生啊，你好。你觉得阿本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生呢？其实像阿本这种瘦瘦干干的，可能肉感一点会比较好。哦，你可以满足他一些小时候可能没有被喂饱的那种很激昂的心情。来，欢迎第二位小草。好，大家好。你觉得阿本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应该就有皮肤白皙，然后安安静静的女生吧。安安静静的。对啊，就是不多话。因为其实，阿本就真的是那种私底下就是很高威那种。你们今天是来当亲友团的。对啊。其实是有点不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就只有他？哎、欸，像你们啊，不好是不是？啊，真的！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四个啊，就是你家阿本嘛、嗯，你们在戏中都有自己的女朋友吗？都有啊，都有啊。有没有曾经四个人想说啊，交换哪一个来演我女朋友？他吧。所以你没这样想过吗？没有，你说换妻吗？换妻俱乐部哦，你看明明十八禁不禁换妻俱乐部，我帮你改个剧名好了，好不好？下次还好啦，因为其实每一种型都有它的一个特色了，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很喜欢，这样很官方哈、哦。啊，好，那我阿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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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什么时候要扮家扮家装啊？不是，这样你们会讲这个哦，好了，是我主打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其实阿本，我觉得他喜欢的类型也应该比较妈妈的感觉吧。嗯，为什么？就我觉得应该他比较需要别人去照顾他这种男生。好好，因为我试一下，我跟他聊过，其实他交往的对象其实不少啊，就是有交过的对象。哇，你几个？可以透露一下有几个？阿本年纪算蛮小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说他交过几个啊？大概高中刚毕业没多久，五六个吧，还六七个。他大学了，五六个。他研究生。对，哦、这么大了、啊，研究女性，对不对？研究灯哦，所以到底呢，阿本呢会是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生呢？我们待会邀请她出来，再好好跟大家聊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阿本的男主角 VCR 介绍。身为棒棒糖弟弟成员之一的阿本，外形白白净净，因此他自称是公主帮的帮主。今年25岁的他，可是政大研究所的高材生哦。在十八禁不禁里头，阿本将男主角阿杰这个腼腆又害羞的角色诠释得十分贴切，果然是展现了十足的少男魅力呢。我身高173公分，体重60公斤，现在就读于政治大学的广电所。然后平常喜欢女生的类型，其实是感觉跟我聊得来，然后很放得开，而且有点可爱的类型，但是不是那种因为一直装可爱那种，就是希望是可以很大方，然后个性是很好相处的女生。今天平常我都是跟小薰配对，可以跟另外三个女主角来玩这个恋爱的时候，我希望可以有一场很美丽的邂逅。阿本在今天的恋爱百分百能否找到他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呢？咱们拭目以待哦。欢迎男主角阿本。嗨，大家好。大哥罗大哥好。哎，不要这样。谢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节目的机会，因为我在棒棒糖憋太久了。憋太久为什么？可是棒棒糖不是有时候也会请一些女生来上节目吗？会请什么网美啊干嘛？可是哇，棒棒糖不得了，这你如果稍微靠过去一下，然后大家就下一个单元大家就会爆料，就说阿本刚刚跟谁什么要电话哦，就我刚刚讲那样子。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集啊，熟女的什么的，哇，女生都很漂亮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刚好在高雄，我就看电视，哇塞，多羡慕啊！可是那都是我们执行制作的，那自己事后就是，然后我说，哎、欸，那很漂亮，去哪里找？他说。
不跟你说。哦，他们自己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对，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妹。叫手头妹，自己的妹，手头妹，手头妹，秋桃哎，掌心的妹，你要我流出去，不可能，因为被我牢牢的什么抓住。对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？其实我比较喜欢就可爱可爱的。然后之前交过类型有哪几种？你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因为刚刚我们听到你的亲友团们呢，就说乱讲，连妈妈都出来了。没有，就有些喜欢类型是可能是比较有散发母爱的一种味道。其实我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我觉得个性很重要，就是个性我不要那种太做作啊，或者是一直装可爱那种的，就是自然大方。有些那种会是这样，就又不吃饭饭那种啊，就像杨丞琳是吧？杨丞琳很可爱啊。哦，因为你刚刚讲到吃饭饭啊，就是。就是偶尔这样 OK 啦，可是一直这样就会觉得很受不了。演艺圈的女艺人，你随便当 reference， 你找一个 reference， 让我们知道你喜欢的菜什么样的菜色。我怕今天端出来的菜是你不喜欢的。对，我们现在要退通告还来得及哦。拜。哇塞，全部打枪哦。林依晨。林依晨啊。林依晨。还有像 A 啦。哦。对对对，因为就个性很大方，然后就会我会觉得很可爱。可是林依晨私下其实她就是安静的。对啊，很安静哎。她私下是看书型的。不讲话的。这样我会更想。突破他的心房啊？不是啊，因为安静的那种我会就会更想知道，因为我觉得双子座是这种个性，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们俩安安静坐在那里，你会过去跟他聊天的那种，你会很主动的那种，就跟他聊一下。如果他不理你，你会怎样？就换下一个吧。啊？还把他推开下一位？今年几岁？今年几岁？现在25。哎，你这么大了？你比他还大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去棒棒糖哎、欸，对对，可以加入棒棒糖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、啊，因为我现在读研究所。你几年次？大哥，七一，你七一啊？你小我2岁而已哎、欸，对你大我1岁、欸，就是什么啦？2岁啊，我69的、欸，他69的，69啦。好啦，我不能小讲1岁，奇怪哎、欸，你反正看不出来。对啊，我们娃娃脸的比较看不出来，是是，像他比较老的。我哪里老啊？我真的以为你比较大、欸、我哪里老？老老鬼啊！讲清楚哦，镜头不要带开哦。我哪里老？臭老鬼！我哪里老？很在意，很在意。我看起来很年轻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浑身上下散发出来就是我老？屁！眼神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帮你准备这几位女主角，你好好待会去品尝一下了啊、品尝，你好好去看一下。我来看一下女主角的特别企划，不，你是有问题啊。一号女主角唐雨霏，虽然在18禁不禁里头饰演个性大拉拉的男人婆，不过唐雨霏私底下其实很有女人味的哦。你好，雨霏，那我是女演员，你今天是演浩子的角色，那么兴趣呢就是唱歌啦、画画啦，平常比较会写一些歌啦。那我就想阿本今天是他听到在现场非常的认真，他是非常的